Hello，大家晚上好。Hello，晚上好。嗨，今天又是星期四啦，我今天呢又在会做关于那个 belly dance 的教学。进来的朋友和我打声招呼好吗？Hello。嗨，你们好。看我穿这个表呢，知道我今天又再来做教学了哈，是肚皮舞的教学。然后今天呢是已经第10个教学了，如果是一个星期上2堂课的学生呢，也已经上了1个月多了。OK，Hello，大家晚上好。Hello，你们好啊，进来的朋友可以和我打声招呼哈。刚才我从6点半呢就开始有上课，Hello，Dennis，Hi。刚才6点半呢，我就有上了一堂课，那个是K-pop 的，OK。我现在呢，我有在教的一个新班是名叫 K-pop Fitness，OK，K-pop Fitness 的结构呢，如果是有看我的 Hit Dance 的哈，都知道 Hit Dance 是 Hello，Alvin。都知道 Hit Dance 是比较 more on 有氧运动的嘛，是吗？然后 Hello 千妮，你好，苏嘉轩，你好啊，我可以和你做个朋友吗？当然啦、然后如果是 Hit Dance 的话呢，它是的结构是在有氧运动，然后还有力量训练、腹部训练这样的。然后 K-pop Fitness 呢，它是属于K-pop 大家嘛知道咯，就韩国歌嘛。然后韩国歌呢，它是用韩国的一首歌，它一定有一段就是类似 chorus 是比较就是很有节奏感的。然后我们是以那个 chorus 那一边，然后把它前面跟后面呢，我们就带入一些fitness 的元素啦。所以呢，它就会属于了一个 K-pop fitness 哦。所以呢，都是主用韩国歌的。然后今天呢，我教 K-pop 呢是大概1个月多，然后都 feel 到 K-pop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就歌曲啦。从外空老师厉害，谢谢你。喂 丹你好，Jackson 卡你好，KS 你好。今天呢，我是做 belly fitness 啦，OK。如果是之前都有 follow 我的 Facebook 的，都知道belly fitness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啦。Hello，苏嘉轩你好。OK，你住哪里的？OK，我是在大三角的。如果是有兴趣跟我一起学习的话呢，可以信息我。然后我真的发现哦，每次一上镜我的脸就很肿哎，为什么啊 ？OK，然后还好是我有看我 live 的朋友哈，他遇到我的时候，他讲，哎，老师，你真人好像比较瘦，还好，安慰我一下，不然我就觉得这每次上镜好像很肥啊。OK，人家讲说上镜就会长38斤，这是真的耶。OK，嗨，在线的朋友你们好啊。你最拿手的是哪种？Kimi，我最拿手的其实我做 belly dance 呢，belly 呢，肚皮舞我是整10年了。OK，我跳肚皮舞就10年了。然后 hip dance 呢，我算一下哈，hip dance 差不多。6年到7年，OK，然后 K-pop 呢是近期，K-pop 是这1、2个月我才开始教而已。Hello，Kenny 你好。如果你问我最拿手的话，是一定是肚皮舞咯，肚皮舞是我最拿手的。OK，跳 Zumba，OK，Zumba 我就没有真正的去研究啦，但是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 Zumba，其实我本身也是很喜欢 Zumba，只是我没有教啊，因为 Zumba 需要再去考 lesson 啊。然后，本人没什么时间，不好意思。老师，你的身材还是很标准，谢谢你啊，谢谢你。OK，但是女人都不会满足的，我还希望我还可以再瘦一些。OK，Hello，Benny，你好。然后今天呢，我是如果 OK，同样如果有看我的 live 的，都知道我有一间 studio 在祖如嘛，就是大三角。如果是大三角人都知道祖如在哪里啦，那个 Otto City 那一边。然后它的油漆呢是红色的，OK，红白色的。然后今天看那个环境，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什么小提琴？
所以我今天呢是在另外一间 studio 啦，我是在 HKL 这里。OK， John Kyung 你好， Choi Jack 你好。OK， 所以我今天呢是在 HKL 这里，然后外面现在很热闹。他其实他这边的学生蛮多，他这里有的学画画啊，学音乐，他是主音乐班的这里，所以他的教音乐的历史呢是我没记错有十多年了吧，在这边教音乐的，就是他是从音乐起家的这间学院。OK， 听说中巴执照只是付费罢了，中外控啊，对，需要付费去考哦，需要付费去考那个执照，但是 before 去之前也要懂得，因为我知道中巴他们是有一定的音乐的，就是一定的音乐你要会听他的音乐，然后编排他的舞蹈的那个步骤啊。Hello， Tran Power。嗨，你好。So， Lin Si Long 你好啊 ，Sean Tan 你好。OK， So， 如果是Angie 你好。So， 如果要去考中巴的话呢，就需要那个底要打好咯，然后去考，因为我知道好像是不便宜。OK，Kimmy、okay, 会拉小提琴吗？我不会啦，我之前我有学打鼓，我学两个月我就停了，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其实说话是蛮就是跳舞的节奏我还 OK， 就你放歌我听，其实我还 OK， 只是然后我就去学打鼓咯，因为我觉得都一样嘛，音乐啊，我应该没有问题啦，然后我就去学打鼓，那你知道是不一样的东西。打鼓跟钢琴啊小提琴那一些的音乐跟我们跳舞听的那些 tempo 其实它的东西是不大一样的，所以我学了两个月过后又其实是需要时间去学练习的。 Hello Yumi， Hello Raymond， 哇很多吉他，对啊，然后是他其实有吉他也有小提琴在后面啦，然后我会放在地上拉小提琴哦。小提琴能放在地上拉的吗？Yumi 很 fit， 我也要 fit， 好啊 Yumi 来我们一起来。 Hello Amy。 然后刚才讲到打鼓哦，打鼓的那个韵律又不一样哦，就是它的听的那个捅捅捅捅它的贝沙那些又不一样哦，所以我又学了两个月，很可惜的，其实我很喜欢，只是需要一直练习啦，学什么东西都是需要一直练习的，如果没有一直练习的话，你一个星期就见老师一次，我一定是全部还给他，然后你去见老师，老师教你一二三，他叫你回去练习，你又没有练习，你又倒回来，他又再讲一二三，其实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了。所以是不管你们学什么都好，都要回家练习。然后如果是学百丽的话呢，也要在家练习。 OK， 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跳百丽哈，老师跳 K-pop fitness come。今天哦，你要的话可以，我可以show一小段给你们看，等一下，但是我现在我要做 belly 先， OK。 Hello Kenny Poo 你好，我看一下如果外面不是很多人，我带你们去看看一下它外面，其实它除了这边很多这些小提琴和吉他之外呢，它外面也是有钢琴耶，它外面有钢琴，来我带你看，因为它们现在是差不多。Hello， OK， 来看一下哈。所以它外面你看有很多乐器啊，它的 accessory 啊，然后有钢琴啊。OK， 所以这边有钢琴。它我知道它是有批发那个乐器的，对哈，明星。它有批发乐器的 ，OK。所以它这边有钢琴哦。所以钢琴也是，非常非常厉害，我觉得学钢琴的人是非常厉害。因为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要记了，你看它这样多 ，OK， 然后它这里就还有上面那些就吉他咯，吉他 ，OK， 还有那个小小只是小孩子的，很可爱的是 ，OK， 看到吗？小小只啊 ，OK， 小小只的，然后还有大只的吉他，然后这边还有教乌克丽丽 ，OK， 我知道它这边还有教那个乌克丽丽啊。K Y Me 啊，我有学打拳的嘞，哈哈，还有鼓啊这些 ，OK， so 好，我们再进去里面哈，然后它的名字呢就是 HKL， OK， HKL Perfect，
music center， 所以他这边呢是主音乐的。然后他现在呢近几年他都有做那个那个舞蹈班 ，KY 妹啊，对吗？我读对吗？你的名字 ？OK， 我之前哦，我有学打拳诶，我学泰拳的。Hello， 全芳你好，我之前有学泰拳的，然后我学了半年，一样呢，就是时间不够用，我又放弃了。之前呢，我很开心，那边的老师呢，他还问我有没有兴趣当泰拳老师诶，但是我真的是分身不暇的啦，所以我都没有了。OK， so 我介绍了完毕，我现在开始要跳舞了哈。等一下我后面你可以去拍戏了没？穿搭谢谢你，但是我还觉得不够美啦，再让我美一点。你们 support 我的话呢，就请去 follow 我的 Facebook， 然后再帮我 share 出去一下，帮我 share 出去一下我的这个 live， OK。然后等一下结尾的时候呢，我会跳一小段的那个 K-pop fitness， 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大概什么东西是 K-pop fitness。Okay， 然后现在我呢先开始我的肚皮舞教学哈，来我拍歌一下。OK， 所以今天一样我会放慢那个节奏，来让大家了解多一点肚皮舞的动作是怎样做哈。OK， 现在我先做手臂运动，其实呢，如果是 belly dance 呢，手臂运动它不会很多的怎样，它都是 stand up 比较多，所以我们都需要做一做 stand up 哈。你们可以继续和我聊天的哈，我看得到的 ，OK。Hello， 明恩，我要跳啊，过来啊，过来、啊，我在大三角这里，如果你在这里附近的话，你就过来，我们一起跳哈。OK， 来 check feet， one。2, 1, 2, OK, press on. 这个呢，我们是叫做 chest figure 8哈。所以在做这个动作之前呢，我们的脚一定要 bend up。然后肚皮舞的动作呢，很多都是 for 我们修腰身，就是修腰这里腰身哈。刚才那个是 press up， 这个是 up 哈，往上拉。OK。然后呢，这个也是组成一个蛇腰哈。Hello Yumi， 我要学有兴趣，好啊，一起来啊 ，Yumi， 你是住靠近哪里？你可以 PM 我，你可以 PM 我哈，然后我可以给你知道我在哪里教课哈。2, 1, 2，来，这个是修腰身哈，要修腰身的女生们做多一点哈，这个动作。因为每当你一 press down 和 up 的时候呢，它可以拉到你旁边这边的肌肉，所以它可以带动到你的身体扭动 ，OK。然后身体一扭动呢，你的 fat 呢，它就不会集中在这里了，你就会慢慢散开你的肌肉，明白吗？OK， 说外观，为什么我看很多的肚皮舞老师都没有六粒腹肌 ？OK， 为什么？这个很好的问题，等一下我回答你好吗？等一下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好吗？Okay, one, two, one, two, three,把你的chest推高放下，推高放下。当你在推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推到你back muscle，所以我们可以顺便练一下我们的back muscle。One, two, one, two, one, two, one, two。然后呢，你可以顺便放松一下你的肩膀。OK， 当你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你可以放松你的肩膀哈。OK， 再接下来呢，这个动作其实帮到我们的身体很多哈。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肩膀，当你在上下的时候需要放松肩膀。第二呢，就是你的背部，当你在做的时候你需要 squeeze 你的 back。OK， 第三就是你的 upper arms， 它会用到你 upper arms 的厉害。One, two,
1 2 所以它是需要用到 upper extremity 来支撑着它的 chest up。所以你当你做快的时候呢，完全是用 upper extremity 来拉它那。所以这个叫做 chest up。刚才呢，我就做了几个动作哈，来我家跟着你动。Raymond， 你是住哪里啊 ？OK， 刚才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为什么发现肚皮舞老师都没有六粒腹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Joanne 叔你好，因为老师都很集中的在练肚皮舞啊，没有时间去练腹肌啊，对不对啊？谢谢 Raymond， 谢谢你。这是真的，因为肚皮舞的话它需要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去就是一直的重复练习那个基本动作，不然的话呢我们基本动作会生疏，所以跳出来的舞步呢它就不会那么美，所以我们是需要时间去练习基本动作的，然后练习完了过后我们有教学生嘛，所以又要有时间偏舞，偏完舞了过后呢又要练舞咯
OK， 所以时间都是花费在这里，所以我们就没有时间去练复古。所以我呢就加了多一个课呢，就是叫 Hip Fitness， 所以我在教的时候可以顺便练一下我的肚子，虽然还没有到六粒腹肌，但是也不会太松。OK， Hello， OK， 所以刚才我有说，等一下在尾声的时候呢，我会做一个 K-pop 的 Fitness 哈，我做一小段而已哈，我不会做太长哈，一小段而已。OK， 因为今天呢主是 Belly Fitness 的，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看的话呢，下次我可以再开播一个做 K-pop Fitness 的 ，OK 吗？你们觉得想看吗？想看就给我知道一下你们想看吗 ？K-pop Fitness， 想看的话给我知道哈，所以我下次的话我可以开播做一个 K-pop Fitness 的，好不好 ？OK， 所以刚才呢我就做了四个动作，三个是 upper， 一个是 hip shimmy 哈，所以我现在做最后一个呢是 omi。把你的肚子收起来，收收收收收收。Hello， 小姨你好 ，Chloe。Hello， 星黛你好。喜欢我的 live 的请帮我 share 一下。OK， one two， 这个是 omi 哈 ，omi， 这个可以锻炼你的腹部肌肉的。OK， 当你在收的时候是完全需要用到你的肚子的肌肉来 squeeze 它。然后放出来，嗯，好 ，one two， 来一点 ，five six seven， 这个是 omi 哈，所以 omi 呢，它也可以帮助你改善驼背哈，因为你驼背呢 ，omi 是做不到的，所以你需要抬头挺胸，然后集中你的力完全在你的 lower abs， 然后 circle， one two。1 2 3 5 6 7 8 所以需要保持呼吸哈，连世界级的老师也很少有腹肌。对啊，世界级的更没有腹肌，因为他更没有时间练习。因为其实腹肌哈，它是需要每一天锻炼的，腹肌是需要每一天的去做那个 abs 就是肚子的腹部训练。OK， 不然的话呢，它会比较难维持久啊，那个腹肌，然后饮食要控制的很好的。跳舞可以减肥，老师，对啊，穿搭跳舞可以减肥啊。Hello， 你好。跳舞呢，它是有氧运动来的。OK， 如果肚皮舞者还有腹肌，真的很美。嗯，说话我印象中好像真的是还没有看过，瘦的就有，瘦很瘦的那种我就有看过，然后腹肌的话。我看我会不会是第一个好吗？我今年的目标就是练出腹肌。OK， 你们帮我见证一下哦。OK， 好，说这个是 omi 哈。OK， 来，我把它搞掰在一起呢。所以刚才呢只是几个动作连在一起，然后再把那个速度加快一点呢，其实就会让你有心跳加速的感觉了。 OK， 好，你的朋友有喜欢 Belly Fitness 的话，请帮我 share 去，让他们看到，说他们会更明白什么是 Belly Fitness 哈。OK， 现在接下来呢，我就会用一首歌，然后使用刚才的舞步，然后再跳得完整一些。OK， 肚皮我就要有肚皮甩甩才好看。Raymond， 这个是见仁见智啦，这是看每个人。要看的东西不一样了 ，OK。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就是如果是啊、
肚皮舞的话呢，其实是需要那个柔度和就是硬柔要并重嘛，就是柔的动作要够柔，然后啊硬的动作就是这样 one two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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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个要够 solid， OK， 跟那个肚皮就没有什么关系了。OK， 好 ，Hello， 严淑珍，所以我现在呢，我就放一首肚皮舞的歌，然后我把它全程做到完哈。Thank you.
放了肚皮舞哈，跳这个应该很快促进消化。对了，中外放真的，所以这个它是一个很好的有氧运动啊，因为跳了过后真的是很快流汗，然后很快饿啊。OK，Hello Jenny Chan。OK， 好，所以刚才呢，我就示范了那个肚皮舞吧。所以我现在接下来要做 K-pop fitness， 有人要看吗？有人回答我才跳，没人回答我留下试。OK， 我去拿水一下。来，有人要看吗？没人回答我就留下试了哈。Hello， 嘎江你好。看你跳舞，我今天的烦恼压力都消失了。那很好啊，你 follow 我的 Facebook 哦，然后你帮我 share 啊，你帮我 share。所以像是你 follow 我的 Facebook， 我每次要做 live 之前哈，如果没有很忙的话啦，我都会在 Facebook 先 post， 就是先mention 说我今天几点会做 live 这样，所以你就可以小包一下喽。你需要单要啊 ，OK， 来，还会有多几个人进来说要吗？有人要看我才跳，没人要看我就不跳了，我很喘了。因为刚才我6:30就开始上课了，现在。徐文艺要看他。李妹 ，OK，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跳一小段啊，跳一小段给你们看看。OK， 对，我跳那首，我跳 crazy 好吗？李妹 ，Hello， 你好啊，从 Michael。我跳 crazy， 但是哦，因为这首歌是之前我们表演的，然后它是四个人跳的，但是我就跳我的那一半给大家看，好吗 ？OK 哈。他就需要配人啦，因为你们看 K-pop， 你们都知道他们都很多人跳的嘛，所以一人负责一个 part。然后如果是 K-pop fitness 的话呢，我们就全整首歌一个人都可以跳的。OK， 就好像我刚才这样，虽然有一点跑来跑去啦，因为它的位置不一样嘛。然后因为这个 camera 是直的，所以我不能跑太远。下次换热裤，不然我比较喜欢穿长裤，因为看我的脚比较长啊，我穿短裤的话看我脚很短。OK， 好，说、如果是有兴趣 K-pop fitness 的话呢，你们可以 message 我，因为我现在在 HKL 这里呢，我们也是有开心的一班 K-pop fitness 的。
OK， 很赞，你们也谢谢你啊，谢谢你们。OK， Raymond， 谢谢你哈 ，Pro 哈，谢谢。所、so, 以其实 K-pop 啊、就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啦，因为我真的是啊、刚教不久，所以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OK， 然后呢，今天呢的 live 呢又差不多啦，然后又是时间和大家说拜拜了。你们还有东西要问我吗？我觉得穿长裤也是很不错的，拉高一点。OK， OK， 好。如果没有东西问的话呢，我们就下个 live 再见了哈。如果有兴趣和我一起跳 belly fitness 啊 ，hit dance、K-pop fitness 都可以 message 我。OK， 在大三角也有，槟城也有。好吗？然后如果是有朋友喜欢跳的话，也可以拉他进来，就是 follow 我的 Facebook， 然后下次我们再一起再 live 见咯，好不好？谢谢你们。